说，那像本次计划大陆开辟，然后准备迁移的树木的话，是准备进行多久的时间？那目前整个计划道路上面的话，树木迁移的进度已经进度到哪个阶段了？然后还有再就是说，所在计划道路上面的树木的话，迁移的话，那大概分别迁移要到何处？这个应该是由公园处这边然后来助阵，然后来回答这个问题。好，请公园处。党处。好，那个李长主任，还有那各位乡亲哦，大家晚安哦。那那个让大家哦，在这么晚的时间哦，那不容来参加这个说明会哦，那也耽误各位的时间。那我想我就针对哈、哦，在我们那个开辟十一米道路哦，那所要迁移的树木来这边跟乡亲做一个报告哈、哦。那原则上本次在那个迁移在那个十一米哦，那个十一米宽计划道路里面，总共有33株的那个树木啊、哦，那其中有那个深色红淡比带有8株，榕树18啊，雀榕1株，榕柏、苦楝、茄冬还有芒果啊、哦，那。其中哈，这里面有12株哈，它树形看起来是比较优美，而且具有观赏价值，大概是有12株。好，那这我们会就近移植到广慈公园里面。那其他另外21株啊，因为包括榕树有17株啊，因为事实上我想各位都知道，有那榕树的话。啊，那包括哈、啊，有一些串根呐、啊，那或者是说，啊，那个在那个整个它的果实啊，有时候落下来，可能对那个附近民众可能都不太喜欢，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榕树哈、啊，我们都是移植到那个我们一个那个福德坑的那个富裕公园里面去，像这样。哦，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工程，我们是4月5号开工。那在开工前，哦，我们是有邀请那个台湾大学的教授，还有我们那个林务局的林业实验所的一个邱组长，哦，到现场指导。哦，最主要就是在我们移植之前，哦，那个树枝，哦，那树叶该怎么来修剪？那在移植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那另外。那个在定时的时候啊，应该要怎么来处理，那才能够达到我们在移植的时候能够啊，使我们树木啊都能够来存活下来啊。所以说我们在4月5号开工之后，在4月10号开始做树枝的一个修剪，那4月21号开始外移到福乐坑富裕公园里面，总共有21株。好，那在园区里面定植12株，那目前的话是那个有9株还没有开始进行定植啊，所以说我们21株的话已经在21号、22号2日啊，那也都移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富裕公园里面啊，在下一张。好，那所以说在我们广慈公园移植的时候啊，那我们12株啊要移植到那个广慈园区呢，那里面有包括啊深色红淡比有6株，榕树1株啊，因为榕树这一株的话，因为它树形哈蛮不错的啊，所以说我们想说把它留下来。那另外苦楝有1株，茄冬1株啊，那芒果有3株。好，那所以这是在我们开始的时候，那进行一个树枝修剪的作业。好，那在树枝修剪之后，好，那我们也是会涂一些药剂，好，来保护我们一些树木。好，但是我们在做一个断根作业，好，包括我们断根，好，还有断根之后的一个包覆，好，这是我们是相关的一个那个执行的一个情形。来，谢谢。好，那刚刚有跟各位乡亲报告过，像我们有一些树形不佳、不具观赏价值的一些树木，各位看到，从那个右上角，哎，应该这边是算，哎，右上角两，各位可以看，像是长得哈，这并不是很好。那另外，各位可以看，像这个，像这一排榕树，事实上它的一些那个树枝，叶子看起来都蛮疏的，那事实上这个，我们现场。包括跟我们那个台大教授来看的话，事实上它这样长的话，长势并不是很好，那所以像这些的话，我们都把它移到那个环保局，我们那个福乐坑的富裕公园，那也在那个富裕公园那边也来做定植，下一页。好，那我们后续那个九株的一个施工方式的话，那各位可以看到黄色的话，这就是11米计划道路，好，那其中有9株的话，那。其中里面大概有5株会移到在这一侧这一侧为例会移到这个那个广慈公园的这一侧，那另外有4株的话也是一样会经过这个大道路然后到那个福德街从那边进去这里会来定植4株所以说总共9株我们会放在现在既有的那个广慈公园，那另外有
山猪的话，我们是发现现在目前这边有围起来，这里有放山猪，所以说总共放在我们广慈公园里面的公园地里面，总共有12株，所以说这是我们预定一个那个定时的位置跟我们那个施工的一个路线，那是也请那个各位乡亲的参考，来再下。好，那所以我们在12株移植预计5个工作天，将于施工前来张贴施工公告，来告知民众留意，到时候我们施工范围中可能会铺设一些铁板，因为现在既有的广慈公园里面它可能那个有一些那个草坪也都长得不错，所以说我们会先做一些保护措施，会在上面铺一些铁板，另外为了维护一些那个附近民众不要进入我们这个施工范围，那我们会以交通锥连杆以及警示带来做安全的一个隔离，那并那个配合人员的指挥以维护那个民众的安全那就我们就而后这12株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方式那我想这以上我们在办理树木移植部分也跟各位乡亲做一个简要的一个报告那看如果说等会我们那个乡亲有些什么指教的话那个再跟那个乡亲这边来做报告那以上报告。